脑出血的症状多种多样，具体症状取决于出血部位、原因以及程度。一般来讲，脑出血发病后出现血压明显升高，由于颅内压升高，常有头痛、呕吐、言语不清、肢体偏瘫或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，如昏睡和昏迷等。我们推荐一个治疗脑出血的小偏方：三七花十克，拐枣二十克，代茶饮。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，请关注九轩小针略。